五哈密瓜界爱马仕情和 A 嘉义极光欧若拉三季正式登场，嘉义县政府伫咧十月核选哦举办的上市营销记者会，县长翁章梁伫咧现场大力推销，三个嘉义极光正式开卖，议员林湘婷、黄正凯、刘雅文、林淑婉含金梅红拢做会到场来响应，邀请民众做会来品尝。嘉义极光啊！它的一般的名字叫做 Aurora， 就是所谓的极光，能够贴上这个贴纸的才叫做嘉义极光，需要经过我们的整个管制，它才能够贴上这个贴纸。嘉义极光是县政府选出多种材质的精锐药，千挑万选的新品种，也由县长翁章梁亲自命名，属县府自创品牌。创作的品牌必须是精选，所以极光哈密瓜必须符合嘉义县为产地采温室的种植，一株一果，就此进程需要农药残留检验合格。地度检测14度以上，果实是多年无裂果甲病害等等，符合着这些条件，才能有资格讲是嘉义极光。那符合嘉义极光资格的，大概只有25%在今年，所以特别的尊贵。所以嘉义极光啊，它甜度必须要14度以上，啊，而且它是脆的，而且吃完以后嘴巴有浓浓的焦糖的味道。所以被称之为水果界的爱马仕，那可以说很多人都抢着要买，包括我个人要买都要排队哦。实际上它不是工业产品，一下子一个晚上加班就可以生产出很多，所以它必须要等到它成熟，然后一波一波的，那把它选取到最好的，然后把它出货。所以现在订单已经接得非常多，那整个如果要的所有的好朋友打电话，那必须要再排队哈。整我们的瓜农一批一批的出，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嘉义极光。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再好好把握春天跟秋天才有生产，所以是非常好吃的水果，一定要买来自己吃。台湾人每个人至少一辈子至少要吃一次，我想这个是很难得的哈，绝对不是日本的阿鲁斯，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共同来支持我们的嘉义极光。是，科文市场只有被精选过的哈密瓜才是最高等级。县长翁章梁特别推销嘉义优质农产，表示嘉义极光产期真短，每年的春秋各有4个礼拜的时间。哈密瓜不是工业产品，也不是加班一日暗时就用的大量生产，要细心的照顾、挑选、包装、出货。目前订单已经爆满。实体通路将甲全联福利中心合作，虚拟通路平台有动心购物，也可以直接甲农民买。另外，在乐天市场等等的电商平台来露出，在月中起，在各大营销通路拢已经买得到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台湾彩虹报道。哎、欸，母啊，馆长伫咧网络结缘讲，要推一间厝呢。是有影无影啊！困莫困，卖眠梦啦！要来吗？要来？要来吗？要来？要来吗？康嘉义，康嘉义，康嘉义，太棒了！棒了！小宝豪，嘉义游戏，要不要嘉义？要！欢迎来嘉义。嘉义，商品店家来嘉义。欢迎你们来嘉义县消费，总价值1000万的奖品。总奖项超过1000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